老人与海，豆瓣评分 8.8。 经典名著代表海明威最高艺术成就的诺贝尔文学著作，听书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每日更新，听更多好书。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said.. 经典名著《老人与海》，海明威诺贝尔文学著作，听书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原作名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一位老人孤身在海上捕鱼，84天一无所获，等终于钓到大鱼，用了2天2夜才将其刺死。返航途中突遭鲨鱼袭击，经过1天1夜的缠斗，大鱼仅存骨架。但老人并未失去希望和信心，休整之后准备再次出海。这虽然是一个故事简单篇幅不大的作品，但含义丰富。海明威说，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的事物。评论家说，这个朴素的故事里充满了并非故意卖弄的寓意，作为一篇干净利落的陈述性散文，它在海明威的全部作品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作用，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截至2017年1月，11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中文版总销量，海明威高居榜首，累计突破400万册。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之一，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32本书之一，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老人与海是我这一生中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本书作者海明威，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传奇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普利策奖得主。作者简介：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美国历史上耀眼的传奇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于芝加哥的一座小镇，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2。从小精力充沛，和父亲一样酷爱大自然，热衷打猎、捕鱼，在森林和湖泊中露营等。学生时代语言天赋出众，初中开始撰写文章，高中毕业后拒上大学，18岁成为知名媒体记者。一生中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担任过救护车司机，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差点丧命。他的感情生活复杂，先后结婚4次，还曾和妻子来过中国报道日本侵华战争。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成为海明威创作的源泉。在世界文坛，海明威被誉为神一样的作家，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经典代表作备受推崇。1952年出版的《老人与海》堪称巅峰之作，
成为全球公认的不朽名篇。海明威的独特文风和他塑造的硬汉形象，对整个欧美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乎感染了二战后的所有美国作家。1961年，因旧伤缠身，精神抑郁，62岁的海明威在家中用猎枪自杀。消息传出，举世震惊。But, he thought, I keep them with precision. Only I have no luck anymore, but who knows? Maybe today. Every day is a new day. It is better to be lucky. But I would rather be exact. Then when luck comes, you are ready. 每天读一本好书，每日用30分钟的时间感受读书的快乐，让我们变成更丰富更好的自己。井号老人与海，井号听书，井号名著，井号畅销书，井号每日一书快读，井号有声书，井号每日读一本书，井号每天听一本书，井号老人与海听书。TW 井号人性的弱点，井号卡耐基，井号人际关系。人性的弱点，卡耐基思想最精华之作，听书，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影响千万人的思想和心态，杨子新年心愿书单。观看次数 ,35773 次。2020年12月13日 ,721,21 分享储存每日一书快读人性的弱点豆瓣评分8月2日至卡耐基思想理论最精华之作听书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影响千万人的思想和心态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每日更新听更多好书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sa……人性的弱点卡耐基思想理论最精华之作听书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影响千万人的思想和心态。英文原作名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人性的弱点作为卡耐基最成功的励志经典荟萃了卡耐基思想理论最精华的部分。该书在1937年首次出版刚一上市就风靡全球几十年间被翻译成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语言，全球总销量已达 1.5 亿余册，被视为社交心理和沟通技巧的圣经。它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明之王爱迪生，相对论鼻祖爱因斯坦，印度圣雄甘地，米老鼠的父亲华特迪士尼，建筑业奇迹的创造者李维父子，旅馆业巨子希尔顿，白手起家的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洛克等等，都深受卡内基思想和观点的激励和影响。除了自由女神，卡内基就是美国的象征。纽约时报由卡耐基开创并倡导的个人成功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有志青年迈向成功的阶梯通过他的传播和教导无数人明白了积极生活的意义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约翰·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
我从八岁就开始读卡耐基先生的著作，现在的年轻人们，你越早读卡耐基的作品，你的人生就越早获得启发。沃伦·巴菲特，股神，全球著名投资商。戴尔·卡耐基的这些原则如魔术般令人震惊，他改变了3亿人的命运和生活。鲁伯特·默多克，美国传媒大亨。人性的弱点，作为一本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从人性本质的角度挖掘出潜藏在人们体内的弱点，使人们能够充分认识自己，并不断改造自己，从而能有所长进，直至取得最后的成功。在过去的77年里，戴尔·卡耐基的忠告带领着上千万名读者攀登上成功的阶梯，无论在事业方面还是个人生活上，他的箴言不断被一代代人实践与验证。在出版史上，本书创造了全世界图书销售空前的纪录。在经济萧条时期之后，本书满足了普遍存在的人性的需要，触动了读者的神经，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特有的借鉴价值。作者简介：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1888-1955年，20世纪最伟大的成功学大师，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著名演说家，心理学和人际关系学家。戴尔·卡耐基出生于1888年11月24日，逝世于1955年11月1日，享年67岁。1904年，卡耐基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密苏里州华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他是全校600名学生中5-6个住不起市镇的学生之一，四处打工弥补学费。1906年，戴尔·卡耐基一篇以《童年的记忆》为题的演说，获得了勒伯蒂青年演说家奖。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尝试。1908年，他成了全院的风云人物，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赛中大出风头。1908年毕业后，他受雇做了一名推销员，后来又以贩卖火腿、肥皂和猪油为生。推销工作虽然很成功，但不合他的理想。他想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丰富的经验汇集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卡耐基一生结过2次婚，第一任夫人是一位法国女伯爵，婚姻仅维持了10年。第二任夫人姚乐斯·卡耐基于1944年和他结婚，是他的门徒和事业的继承人，并给他生一女孩，取名 Donna 唐娜。戴尔·卡耐基毕生致力于人性问题的研究，创立独特的熔眼讲、推销、为人处事、智能开发于一体的成人教育方式。代表作《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美好的人生》《沟通的艺术》等风靡全球，被各个国家和阶层奉若经典，无数读者由此走上了成功之路。在他辞世半个世纪后，他的书仍占据美国《纽约时报》畅销榜前列，被誉为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目录：
Chapter 01人际关系的基本技巧。想采蜜就不要招惹风潮。人际交往秘籍：能者纵横天下，庸者踽踽独行。 Chapter 02赢得他人喜爱的六个方式。广受欢迎的奥秘：如何建立美好的第一印象。记住他的名字：你想变得健谈吗？如何引起他人的兴趣，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Chapter 03如何让他人想你之所想。争论永无赢家，如何避免树敌。坦率承认错误。一滴蜜糖，苏格拉底的秘密。对待抱怨的安全方式，如何取得合作。创造奇迹的妙方，体谅他人，没人会拒绝这样的请求。电影电视都是这样做的。任何方法都不奏效的时候，请使用杀手锏。 Chapter 04成为领导者，如何改变他人。挑错的时候，请用这种方式。怎样批评不会触犯众怒？先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人喜欢听命于人。给对方留足面子。如何激励他人走向成功？用美誉激励他人。鼓励对方勇于改变，让对方乐于为你做事。Chapter 05创造奇迹的信。 Chapter 06幸福家庭生活的七个法则。这样做无异于自掘婚姻坟墓。别用爱绑架对方，请勿相互指责。学会欣赏女人眼中重要的事，不要忽视这一点。不要做昏盲后续卓然于众的捷径。每天读一本好书，每日用30分钟的时间感受读书的快乐，让我们变成更丰富更好的自己。井号人性的弱点，井号卡耐基，井号人际关系，井号听书，井号心理学，井号每日一书快读，井号畅销书，井号有声书，井号每日读一本书，井号每天听一本书。井号人性的弱点，听书。24则留言。游戏神通 _ 法师法音分享。新增公开留言。 Zen hear you, Zen hear you。 二天前，一真心实意的关注别人，二侧耳倾听，三真真诚假虚伪，四想要改变对方就要赞美对方，五没有人喜欢命令，批评不是最好的选择。11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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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 二天前，声音很好听。3方玉俊，方玉俊。一天前，首批预计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将在今天下午抵台。莫德纳疫苗的保护力约 94%，施打之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为注射部位疼痛、疲倦、头痛、肌肉痛、关节痛、胃寒、发烧。接种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有接种部位红斑、前麻疹、泛红、接种部位瘙痒、脸部麻皮、脸部肿胀等。
不良反应有接种部位红斑、前麻疹、泛红、接种部位瘙痒、脸部麻皮、脸部肿胀等。许唐家。二天前。人性的肉点就是吃肉蛋奶，而不知肉蛋奶会慢慢伤害人体。Gordon Cat。二个月前。真是好节目，谢谢 UP 主的用心制作与分享，辛苦了。二。立田美佐夫。三天前。一。江秋菊。五天前，在没有事实经验之前看过的一书，都会让自己变得神经兮兮的，日夜惶恐不安。等到脱离危险，心神安定之后，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陈 Gary。二天前，可以上字幕吗？谢谢。二。Good。五天前 ，Kelly Chun。五天前，为什么没有字幕？二 ，Rebecca Tai。一天前，好节目，小乔篮球亲子阅读赞。二天前，谢谢你的分享，受益良好。Ten memory， 16小时前已编辑，有字幕更好。任安娜奥娜，四天前，很早以前就读过。Jamesu， 二小时前，直接从6:40开始吧。一，老周 N。一周前，陪土 Frank Young。 一天前，请阅读英文书名 Silent Jordan。 一天前， Excellent music choice for this book。 澳洲艾草房 Hammock Words。 三小时前，干嘛要那么关注和讨好别人呢 ？BT。 三周前，速度可以再快一点，才能速读比赛冠军。二。32:58。现正播放。经典名著《老人与海》。代表海明威最高艺术成就的诺贝尔文学著作，听书《The Old Man and the Sea》，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每日一书快读，观看次数 6.7 万次，四个月前。现正播放。合集《每日一书快读》YouTube。27:39，现正播放，让你受用一生的45个高频万能英语句型，轻轻松松从 Broken English 到畅所欲言英语，听力口语必备。Sea Light English 海之光英语，观看次数70万次，二个月前。25:33，现正播放。世界名著《高老头》，巴尔扎克剖析人性的巅峰之作，打开了人间喜剧的序幕。听书，对女儿扭曲的溺爱忠诚父爱的悲剧。每日一书快读，观看次数 1.1 万次，四个月前。30:10，现正播放。世界名著《百年孤独》，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听书，每日一书快读，观看次数
8.3万次六个月前。28:17。现正播放。生活心理学，人生12法则，告诉你成功者的姿态，现代人应对混乱生活的一剂良药。听书，多伦多大学心理学，龙虾教授，带你摆脱人生困境，解决人生的不如意。每日一书快读。观看次数 2.4 万次六个月前。30:03。现正播放。柯皮老师说 EP12。我在生离死别之间学到的是，世间的成功与失败要怎么分辨。2020-09-11高雄女中演讲。柯文哲。观看次数 ,176 万次六个月前。14:04。现正播放。破解清官一号十重药材清热解毒。养肺防疫查抗病毒强化免疫力健康。